屯門時代廣場位處屯門市中心，作為鐵路沿線的私人屋苑，交通四通八達，屋苑自設大型購物中心，生活配套發展成熟，一直受到上車客和租客追捧，成為區內指標私樓之一。屯門時代廣場由恆基兆業及永泰建業聯合發展，共五座，提供超過1200個單位，有兩房兩廳、三房兩廳間隔，實用率約80%，單位實用面積最細約272呎，是市中心較少提供的户型。而屋苑景觀主要遠望翠綠山景和屯門公園的開陽景緻。時代廣場享有市中心交通優勢，由屋苑步行5分鐘就去到西鐵屯門站，大約45分鐘直達九龍。屋苑樓下就是巴士總站，有多條巴士線往返九龍新界。另外，搭巴士到深圳灣都只需20分鐘，對經常需要往返中港兩地的住客來講相對方便。屯門市中心文娛康樂選擇多元化，除了大會堂，連同附近的屯門公園及爬蟲館，適合親子活動或者公餘時間忙裡偷閒。喜歡 shopping 的你一定熟悉屯門時代廣場購物選擇。屋苑基座商場面積超過20萬平方尺，早幾年完成大型內部翻新，提升格調並引進更多人氣食店。另外，大型百貨公司佔地廣闊，主要針對年輕家庭生活所需，各式商店一應俱全，讓住客體驗園區消費娛樂。各位家長，近年越來越重視子女的學校，屯門時代廣場位處71區小學校網，附近學校包括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、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、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等。中學就有順德聯誼總會梁球居中學、宣道會陳瑞之紀念中學，全部都是步行10多分鐘就到。想知更多屋苑詳情，马上联络以下分享啦。